开始公布成绩，我这次一定要考100分。海丽零分，白雪零分，美人鱼零分，小野零分。啊，怎么可能是零分？奇怪，我明明考试的时候全部复习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魔镜魔镜快出现，魔镜快帮我们看看，老师是不是吃了毒苹果才给我们零分的。好的，主人，马上为您调出独家监控。新眼镜真是太漂亮了，这次就戴上新眼镜改试卷吧。错错错，怎么都是错，哎呀，真是气死了。我的眼镜魔法果然厉害，我也要让你们考一次零分。原来是小僵尸对我的眼镜使了黑魔法，难怪大家都考了零分。僵尸真是太可恶了，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做？魔镜，快把僵尸召唤出来。哎呦，谁喊我？是我们，僵尸，你为什么要让我们都考零分？哼，就让你们考零分，你们的妈妈笑话我考了零分，僵尸老爸回家教训我，我要让你们也考零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们的妈妈确实不应该笑话你，可你也不应该这样乱用魔法让我们都考零分的，你这样小朋友们都会给你打零分的。啊，不要再给我打零分了，我以后不会再这样做了，你们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